上週兆永學院美術學院首屆優秀畢業生優秀作品邀請展在兆永學院美術學院拉開帷幕，八二屆的同學們歡聚一堂，在30年前來自五湖四海的他們共同選擇兆永學院美術學院的前身兆永師專美術教育專業，這個是廣東省開始最早的美術教育專業。當年照進師專也條件很差，那麼同樣會出現一些好的藝術的人才，关键就是艺术的追求跟艺术的理想。我认为没有任何困难能够阻挡艺术理想的，因此有了这个艺术理想，它就等于好像有一种无尽的那种吸收能力。当我踩到这块土地的时候，当我听到红鞋的声音的时候，我就想起30年之前我一个年轻的人就在这块土地上投入我的真正的情感。这帮人对文化、对知识、对绘画的渴望性非常的强烈。我们疯狂到什么程度？
好像早上出来一看到北岭山，太阳一照，那种暖光照那边非常漂亮。中国这个现代美术的这个开篇的第一章要从广东写起，这个是有美术史的依据的。我刚才讲到就是利玛窦啊，利玛窦首先从澳门进入肇庆，在肇庆七年之后才往北方进去。这个中国的这个美术界最先出洋留学的，而且学成之后规格这个为中国的美术做出这个卓越贡献的很多都是广东人，他们分散在这个北京、杭州、上海、南京等等。马星龙是肇庆学院美术学院零九级美术学国画专业的学生，他出生在甘肃通惠，是中国书画艺术之乡，从小受到家乡文化熏陶的他喜欢书法，高中那时他索性专攻美术并考入了肇庆学院。大学期间他刻苦研习书法，宿舍的同学都说平时要找他去美术楼就可以了。 In another level,I can say to move the mountain is something which is about collective. 在中国的文化里，有众志成城这个概念。我们大家集中出力来完成一件事情是非常容易的。回去后，我不仅会推介肇庆，还会把在肇庆的这个作品展介绍给周边的人。86年在广州美术学院毕业，那时候呢，就分配来肇庆。肇庆的。这种自然风光啊，对我的也是对我的美术创作后来造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为我的一生中呢，就是说最好的年华那5年是在肇庆度过。